Hello， 我是踏掌。最近我正在筹备在台湾生根的日本品牌影片专题。某天我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开玩笑的问说：“哎，还有什么日本品牌是从我们小时候就有的？”我朋友回答说：“小护士啊。”我说：“小护士怎么会是日本品牌啦？”他说：“不是吗？我一直以为是哎，不是很多人去日本玩都会买回来吗？”我想说，难道是我搞错了吗？可是罐子上面的小护士明明就是外国人呐。那在这边，他讲想做一个小小的统计，认为小护士是日本品牌的朋友，帮我留言写个一；认为是西方品牌的朋友，帮我留言写个二，好吗？今天这个影片，他讲将会为大家揭秘小护士品牌背后的并购秘辛。除了小护士颠沛流离的身世以外，看完这部影片，你还可以知道市面上这么多种小护士，到底哪款才是正版原装。在我们开始之前，他讲要宣布一个消息，就是他讲终于有 IG 了。他讲频道开始到现在，一直都只有在用 YT， 没有在用其他的平台，因为常常收到忠实观众留言敲碗，包括我的朋友也常造三餐督促我去办，所以我终于在最近开设了 IG 账号。我会努力摸索怎么使用，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那我们就正片开始咯。小护士也叫面素丽达姆或是曼秀雷敦，在这部影片里我就称她为曼秀雷敦。曼秀雷敦其实是在1894年由美国人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海德发明出来的。他发现薄荷有镇静和消炎的作用，于是就尝试将薄荷与凡士林混合在一起做成软膏，并且取名为 mentholatum。 这个名字其实就是结合了薄荷的 menthol 和凡士林的 petrolatum 而来的。软膏推出之后大受好评，海德便在1903年成立了一间公司专门来卖这个软膏，名字就叫 The Mentholatum Company。 同一时间，日本这边从美国来了一位传教士，叫做威廉梅洛沃里斯。沃里斯是一位值得大家记住的人物，所以在这边我多描述一点他的生平。沃里斯来日本之后就彻底的爱上了这块土地，从一开始教英文到后来致力于日本的建筑、医疗、出版，在各个领域都有非常大的贡献。二战打得正激烈的时候，身为美国人的他选择了规划日本籍。日本败战之后，他代表日本的政治家几度与麦克阿瑟交涉调停，后来在83岁的时候因病去世，至死他都没有离开过日本。1920年，沃里斯在因缘际会下认识了曼秀雷敦的创始人海德。沃里斯看到曼秀雷敦在美国卖得风生水起，就想着要把曼秀雷敦也引进到日本。他跟海德要到了曼秀雷敦在日本的代理贩卖权，并且成立了一间专门用来贩卖曼秀雷敦的公司，也就是现在大家去药妆店的时候都可以看到的晋江兄弟社。曼秀雷敦进来日本之后，很快的就变成了坊间主妇趋之若鹜的好物。在医疗药品还不发达的年代，适应各种皮肤的疑难杂症，什么都可以擦，快又有效的曼秀雷敦，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变成了每个家庭的必备良药。那个时候的曼秀雷敦包装上还没有小护士的图案，小护士的形象其实是来自美国曼秀雷敦的广告 The Little Nurse for Little Ills。 美国人把曼秀雷敦塑造成温柔呵护可爱的小护士形象，那身为日本的正版代理商晋江兄弟社便也在1951年请来了日本现代设计之父金竹七郎，拜托他依照温柔小护士的形象来设计商品的包装。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看到的曼秀雷敦家喻户晓的小护士绿色圆罐了。晋江兄弟社代理的曼秀雷敦就这样在日本畅销了半个世纪。但是好景不长，1974年爆出了一个令大家都错愕的消息，晋江兄弟社破产了。当时因为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动荡，各大产业萧条，晋江兄弟社的业绩状况急剧恶化，严重影响了整个公司的资金运转，最后累积负债高达37亿日元，只能宣告倒闭。美国曼秀雷敦公司宣布收回晋江兄弟社的日本代理权，并且开始找下一间能够接棒的日本企业。这个时候，那个我们大家都有听过的乐敦眼药水的乐敦制药公司出现了。财务体质良好的乐敦在1975年8月正式与美方签约，接手了曼秀雷敦在日本的市场。乐敦制药创业于1899年，创业者的山田安明在大阪新斋桥开了一间药房，主打原创胃药胃活。
山田先生有着非常厉害的行销手腕，他找来了陆军军医等等几位军医官过来，得到他们对商品的赞同之后，就以五大军医联合调制的标语在报纸等各大媒体上打广告。有了军医背书，卫活很快就变成了人气商品，乐敦制药就这样成长了起来。日俄战争结束后不久，1909年日本开始流行起了慢性结膜炎，眼药水的需要水涨船高，乐敦制药找来了当时的眼科权威博士调剂处方，推出了他们的第一款眼药水。当时的眼药水瓶子跟滴管是分开来的，要点的时候需要用滴管伸到瓶子里吸出眼药水，既麻烦又很难滴。有鉴于此，乐敦制药开发出了新的容器，将瓶子和滴管融合成一体的两口点眼瓶。两口点眼瓶从此掀起了日本眼药水业界的大革命，乐敦变成了眼药水的代名词，大家人手一瓶眼药水，就这样变成了他们继胃药之后的第二个事业支柱。就这样，数十年来，乐敦制药以肠胃药和眼药水持续成长壮大。1975年的时候，他们已经从路边的药房变成了一间年销售额数百亿日元的大企业了。但当时的社长山田安邦并不安于现状，不管乐敦的肠胃药和眼药水做得有多风生水起，世界的经济环境和民众的消费习惯瞬息万变，乐敦制药一定要找到第三个事业支柱才可以。这也就是为什么1975年当美国曼秀雷敦来跟他们接洽日本代理权的时候，他们火速就答应了。他们希望能够借由代理曼秀雷敦来获得在皮肤药领域上的知识与经验。乐敦接下代理后，继续在日本贩卖曼秀雷敦。乐敦优秀的行销手腕让软膏的销售持续成长。不仅如此，他们还推出了全新的商品曼秀雷敦药用护唇膏。1981年，曼秀雷敦品牌在日本的总销售额已经达到了26亿日元，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某一天，他们接到了来自美方令人傻眼的联络。美国曼秀雷敦打来说，你们要不要直接买下我们公司好了？美国曼秀雷敦主动提出愿意以7850亿美元，按当时的汇率就是98亿日元的金额卖身给乐敦制药，让曼秀雷敦进入到乐敦的旗下。98亿日元的金额之大，在当时是乐敦制药年总销售额的一半以上。虽然公司内部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但山田社长坚持经营就是要勇往直前，果敢的去挑战。于是，在1988年，曼秀雷敦正式的变成了乐敦制药的旗下品牌。回到影片一开头的问题，小护士到底是哪个国家的呢？正确的回答应该可以说是，小护士是美国人发明的，由日本乐敦制药经营的品牌。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哦，原来市面上有这么多跟小护士包装很像的商品，那也就是说，只有乐敦的小护士才是正版的小护士吗？这就要再讲回锦江兄弟社了。锦江兄弟社破产手续告一段落之后，日本大鹏药品工业的社长觉得有难就要互相帮助，便主动提出愿意金援锦江兄弟社。锦江兄弟社非常感动，下定决心一定要重建经营，把员工们都雇回来。当时锦江兄弟社的商品只有曼秀雷敦，工厂里还摆着很多之前用来生产曼秀雷敦的机械和材料，但日本的代理权已经被拿走，他们没有权利在日本生产和贩卖曼秀雷敦。虽然有尝试与美方交涉，但美方严正拒绝。难道真的只能放弃了吗？眼看着真的无路可走的时候，当时的社长岩元佑看着工厂的机械，难过的想，公司生产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曼秀雷敦，论知识与技术，我们比谁都更有自信。看着之前在工厂帮忙做代工的女学生们，因为失去了工作而缴不起学费，不得不放弃学业，他咬紧了牙关，心想，曼秀雷敦的路已经断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生产薄荷凡士林软膏啊，只要不用曼秀雷敦这个商标不就好了吗？曼秀雷敦日文叫做 Mensoletam， 也是因为这样传到台湾的时候一度直接被翻成面素利达姆。Mensoletam 很长又绕口，所以当时有很多日本的民众会简称它为 Mentam， 以下称为面达姆。
晋江兄弟社破产之前，有将面达姆作为商标登记在公司底下，也就是说，面达姆这个名字是属于晋江兄弟社的，他们可以合法的自由使用。于是他们就决定，他们要继续生产薄荷凡士林，名字就叫做面达姆。当然，配方不可能跟曼秀雷敦一模一样，所以当时他们也特地请乐敦制药一起来做协议，特地有去改变了凡士林的剂量。虽然说是有改变剂量，但老实说，毕竟薄荷凡士林的成分就那几样，不是什么复杂的药品，在效果上两者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如果我的频道观众里有医师大神的话，也欢迎在留言区帮忙分析配方差异，为大家解惑，非常的感谢。值得一提的是，晋江兄弟社在决定推出薄荷凡士林的时候，他们又找来了当时设计小护士图案的金竹七郎。他们拜托金竹先生帮他们画一个全新的商品角色。金竹先生经过再三考量，以希腊神话的太阳神兼医药之神的阿波罗为形象，愿医药能像太阳一样照耀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画出了现在的侧脸小男孩设计。晋江兄弟社靠着面达姆一步一脚印努力的重建经营，虽然花了一点时间，但后来他们凭借着一己之力，在1990年将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同时，为了不再重蹈覆辙，他们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将公司的自有资本比率提高至超级优良的 72%。 他们除了软膏以外，后来也开发出自己的护唇膏、防晒乳、蚊虫叮咬止痒药膏等等的商品。现在他们已经与曼秀雷敦齐名，成为了持续照顾人们皮肤健康的守护神。本期的会员福利会延伸这个主题，更详细的介绍晋江兄弟社刚引进曼秀雷敦的时候，日本民众根本不屑一顾的故事，以及他们在破产后如何靠着面达姆重建经营的详细精彩内容。虽然曼秀雷敦在美国卖得很好，但那是中华民国都还没有建起来的年代，明智未开的状况下，突然拿出一个从美国来的写着英文的有点格格的东西，想当然的大家都不屑一顾。沃里斯只好带着公司的员工开始了行脚活动，频道会员请在福利专区播放清单或右上角连结观看，还有记得要 follow 他讲的 IG。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